搞错了，今天是鸡蛋店 vlog。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啊，经常熬夜的我每天都会掉一堆头发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个生发疗程，不抽血，不打针，不疼，而且还不贵，简直就是 PRP 的平替呀。从一进门就享受私人专属服务，房间干净卫生，消毒也做得非常到位。月容这家店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，有投影，有音乐，还有这么仙的睡衣，最主要的是服务特别到位，价格还特别的实惠。首先是头皮检测，做头皮的全面分析，第二步用仪器导入生发精油，第三步头皮按摩以及耳后的淋巴排毒，第四步头皮注氧，第五步是最关键的，用生发微针导入生发精华，针头都是一次性的，用完即扔掉，绝对卫生。第六步也是最后一步，头皮照红光。你真的有好好保护你的头皮吗？其实你除了用洗发水和护发素什么都没有做。护发和护肤的原理很像，头皮也需要清洁去角质补水保湿哦。你想想，毛孔被堵住，新的头发又怎么会长出来呢？整个疗程大概一个小时，做一次就会有效果，但个人建议呢，还是按四次一疗程这么做，两个星期做一次，全部做完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全程无痛，可以改善发际稀疏、发际线后移，促进新发生长。做完这个之后呢，两三天最好不要洗头，头皮上还有很多细小的针孔。临走之前，我又买了一瓶生发液，这样在家也可以护理。期待两个月后的效果吧。